请听长篇弹词《再生缘》第二十二回《夫妻相会》，由秦继文演唱。王府下我靠无常，现在西中第一名啊，心里啊非常靠稳。等现在我有两个阿哥啊，没现在农村是第一名的，让两个阿哥落水啊，更说不过去。我应当拿两个阿哥推进上去，两只开动人把我们都靠就靠，大家不能生人还要靠我。所以谁是我有两个阿哥，听大人一起栽培。那李俊早上来一听得应来的了呀，先用未婚夫王夫下午这边一个阿家叫王夫江湖，哪里阿哥对着两个的不对了还是我留了这一门呢，但是接巴黎哦哟非要紧，我倒不能一哈的嘞。现在接巴黎兄就是有两个阿哥，有五十个阿哥方嘛，可上去是有两个头巴了嘿，工人底薪路应当作用的。一门名字呢就是一个叫永月了，一个叫伟家，你好一个名义上哇哇无限杂月，你的两个兄长无意识好没有两个阿哥奔子呢，跟我老夫说我当日要推进上去并中央大人，所以说无限两个兄长他们都问你不要无限放在因为弟兄之间是一人枪的对面，请大人一起再备盖恩有请。哦哦，他们两人现在哪里，在红蓝龙凤等水一起谁够一般二四王夫下我什么不必一列哪里就怪叫累是万侯来龙宫子无生云云我回家上位靠西遵命。大人不答应马上从野部听上我来一个屁的东大龙宫更深林龙生去一口呢年迈都神力自己最后一上大爱众人大人追不上从五圣永远落伪交上去考试啊，永远落到伪交两高的厉害了啦，龙凤更新一个科技反刚刚是无用的明明是要兄弟来让自开的问题让推荐之谋一代真是为佛家浪下大一刀，立马大人打上来嘛，在我班门带我出来娘党与国科狗的付出一个是永远落了一个是伪交你们名字里的两高的要追正的两高的是门一山是一个母聘的啊，所以一定要大王说了那么搞我来两个像腰子边上高又高的七次的母根据党一股过来但一天之下母接接好来了让来登党一股先上来回兵大人怎样吾身永远落伪教传道听大人定夺命他们下地踏实打打一过我来一回子两大队在规矩一路踏实分日也不出三月比往无们稍微推败一点点等通通结果再过我当里踏实他们再来让不十分以上根本挖不起一样一样在搂手在总是在开沟等待开沟之余手里都上业务厅接着开工人两高地上来恭恭敬敬中台大人来啦吾生荣于我见大人吾生为家敬中台大人那李娟一听哎稀奇得来者那为家都不要我弄能够气儿着恢复扩展马立军啊立当的董王中还是女扮女装马立军是当天王是个女扮女装的这一楼一个叫这次一家贫富分拆
罗里向得到为一辈分别后来这种包和玩的东西哪里就用三用思想不了，而且本事当中与两位协调在预备内装才中的日期才过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一问一服很先的当然是哪里军子了，不先这样的就是各位会用谋，因为哪里军可能都举弱气了，对望我身体也是这个折中，因为你这两高的恐怕是那个头发要客气点的下路先大人西大人，两高的力气生来哪里军也是手中正，对你多两高的苦苦呢相当是很好，而且外教你可多次飞白这门门里多若他收了都市之差全对单位非常所幸，那奶奶可以内定者，所谓内定呢就是自开的人领日之名，比如上日放内突火新兵将的都要往地清死高自开五不个个绝其规定高还得恭喜你这几天谁搞的谁来了呀，所以规则回哇拥有我回家有采业恩正夫人春风正温若昨天正是恩正的美名第一名玩哇第一名拥有我第一名回家明日早上带你们上帝结交请之奉顾齐大人再也陪你们女手在哪里，你都死了耍然后弟兄三个都听见自开动的门当你死了罗当你死了什么死来来来就说上去了兵大人路灯弟兄带过在张仪门外太平洪洞告圣肯于自热中吼董宁一听哎呀门这欺负你只要怕你来黑人都能干，而且为了让沈阿氏虚度不比这么两路经者大力度死在楼窝里向起门这一切即比当在而等都不如神为虚度不比今夏水月委屈明日欧将军带你们闪上比了东一大门神弟兄三高的开心啊像各位董娘们真正遮掩你一个呢看你今朝要你只带你父老去门这当你上帝结交也一比大如其为何三次一要替水王的副科长一要替水王的还是谁提议李俊宇的一个补修改中在压力下机位要不能不能往后究竟立安乐的比婚夫一命改姓不过死贵重大定定要就要融入清爽当然是吩咐我起你啊问上结束开放上门啊大人君一下问上结束开放长门命令水无气母不良树上们同日开放这星期大母不良们在一信炮响开让门子开让门喽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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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长门打开补上那个武上这样是西寒用出去不让谁走大瓜子去吧你一少人不少都特不容易的谁都来不信仰一道这瓜子瓜本意不交啊哇两粒都射出去过日为家用过里来的武山呢指了人王里的们去收请王外地的同生我也带过来了清军把一人搞我里的也就是实质的做起今日也知道通通在要做起我一日也不要顾否则流落了经历盖以无听往征服之客两位同人吩咐第一家了大魔
君子看成家子，夫子看继母，以后为用，也就要吃五常。不过君子看家子一面，更好三匹马，马背上的就是王屋永远为家弟兄三高头，要更多人做起，土壤里一切只有周世纪这个公园来料理，一切虚中开塞的当然才是国客无言之，永丰要私人挖下一百那挖分的四边，都要跟刚才两位同仁出自无让国事为父，夫子看杨太为做将军夫，我独开君子看李明王甲子一龙红呼为之声不绝，哗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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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子一定马匹跟来。大人，身家车上。用尽了两面口，吃那三个青年自杀人，高王老百姓口念的神山人海，才往说同人家几里跟三匹马，马背上三个武上，上个冷的上边人呢，一个是后半夜。是的，这个三个武山呢，大家就是三丁家在。哦，三丁家，三十丁家，五丁丁家呢，自身丁家，他们是年婚，冬了不冬，还有些地方。三丁家呢，上女抱来了土火，叫三丁家。哦，这么难，急了啊，磨烂了，跟他家去背里做上女。哎，那让自开的人心里看出来嘛，当然要大力都做起，那是嘛。我要皇帝爸爸每月到底都这么过来，哦，哎呦，人家的家是大高人家，可不是这个，不过自家也有本事搞，哎对，好给有本事有面子给，哇，弟兄三高头几辆马背上，听见海人在讲是了，的确，心里想过节各位大人，招待了招迎，而且根本就齐了，称呼也要改着。应当要叫你恩师大人在，那让你心里看出来了。嘿嘿，副科长，王副下午，你随便那还想不得，恩师大人啊，其实那是高级部的。分野女，生命
定明。各位恩师大人，实际上教育你了，栽培你，想想自个不应该欺命担心去欺骗恩师，不然是一个担心，我叫你不白发。四大学中，凡人困难，得你的三病人，不如绝你亲人。人要复兴归中门，别口心。恭喜吴说法，这个欺骗欺骗的老师在。但你等我公民人的领子兵到边关，杀兵屠戮，我老娘搞追逐来呢，我一定要心有先父心贵重，大个辰光向你恩师请来，一把追一缕，追逐来上路途。五大门门门庭，一文主义的一到相互相门，因为哪里就相互造亲，是不是已经带过了让相互让给一个外夫呢，相门打开，东人听见不见弟兄三家的和睦，家子的母皮与人俩离开，但只是要我去外面我是虚心，等人大致弟兄三家的往里向进来，家家同日八百相人，实在里向都听了，这规矩要所有人的带头量上，但是哪里就一向不用，因为眼睛们的定要紧要不问王物，究竟这个王物还是王夫算我移民带姓，怎么听都听了带是把偷盗呀，花了屋里两个阿公手了，勾笔根据不通，是不是规则喂是不是过来了小红府把新闻相公领往东西上休息，要相信是真过来了红府啊，嘿嘿，等我稍微想管，来来来请到东西上去吧，恩师弟兄三家的听见老师我把你到东西上去，这哪没好，对老师唱这个说李俊大姓一家，那么三家的根子同儿从北龙里堆过去嘛，往东西上，那李俊一根子嘛，往西西上去的弟兄根子同儿打到东西上进来一看呢，哦，山货啥子好，漂亮瓦灯啊，聪明机灵，修着的个个神灵，李向是他的自带高尚，同儿在乎的卖眼睛，哎，三个三个，听听听，是是是是，三高的熟人，身边可可。自己对浪向过个才是名人师傅，对浪向把个古董入去，细细磨家的美不胜收，不必同儿应尽招待，什么情况清楚东西有国家相公都想客气，哎呀人家说必心请吩咐弄人不容是你都一定同意我在这边客气，你姑娘要吩咐的要相信自己，你都不吃嘛，我要吃这样啊，啊你不吃你要吃得不懂，你要吃什么进不去吃人食料，嘿嘿，我要吃饭的嘴，嘿嘿嘿，心想你呀，哦但是你不吃么子你不是得不罪的嘛，你要吃饭的真的要送你啊，这位相公啊，你姑娘那个脾气不大好用的，我是一个不经大的顶级的这么一个味啊，嘿嘿，我可稍微想过，哎呀，吃点馒头吧，
这个弟兄三家头听同母的闲话，过来要让，过来要对，觉着奇怪，哪个叫同人？突然叫过来要，带了门一上口，啊，不叫而拿，你怎么称呼你们大人？看看顾老爷，低看顾老爷，是何大礼？哎呀，三位相公啊，看上去都还不明白。哎，你倒晓得该得上哪货啦？哦，此间两边是兵头府，那因为晓得过季卡东人啊，是兵部上司接季卡东人，所以说兵头府。哎呀呀，可能三位相公啊，你都东过手了港门里，这对了呀，该到相府来了。好，相府，哎。你来三样的姓梁是当然首先福音的大约是各位季开东人呢是一个公来要因为亲的家亲的已经带过来了你相府里啊你要叫公来要在呼哟啊呼哟啊呼哟可以管我理想有个来源今天呼吸鸟妈店的文章里哎好事还有点事好弟兄三高的听解释该把我相夫的大家心里别别贴恍惚下我做你的我是十二定要为过去我人都有过了做了我娘啊我叫马西来那么我家做你的我是女代母章生命里中的属于我本人在外放的等哪需要起两个兄弟带心哦吓得呢没带我哭哭我对你忙忙迷迷想去因为叫规则大家当心点当然不必同日罗里为东里多个意思其文字的典型来了让弟兄三高的吃自己的虚实虚实们哪里了灯你怎么来了灯啊我在这里满里准一股子都放到五头的西市旁打中来们里向有一个小儿来往灯这个灯儿是叫永发你本是哪里叫你身边的幸福屋的永来带了浪的西塞呢你哪里分气的还是李俊归这里你只要跟得起在空破里发现露出我家来只让你乌木众都死怪怂吧咱俩还得借去你等到屋里故事让西藏里真的让登得新卷可就是要这进来这不要这年这等于啊你就在心口下呗还是听明白是李俊首领永发马上送上一部你水军一杯牛排肉让董英开一部米还有开锁董英啊都利用在哎呀用地下个地心吧随笔打地球自然里打工去射出来走来都得是一点偶在那么用法马上去我自己上来金牛母的事情大致等来啊两个人三位出自一点点谁就开再他又看迷了那还用法要门在东云啊自然是听哪样子叫路上已经结束比例啊哎呦，说的夸给，实际上他们一个五张已经结束退了账，没好没好。那么看中几名五三家，一共心中三名，哦三个，哪三名家？一个叫啥名字呢？第一名王娃，第二名永玉墨，第四名韦家，他们三人。两几辈的弟兄啊哦十万三个人用法当时啊里面呢真理想的这一个网络记得了其他两个了在外站里都过身啊各站里都过车十万三两个这样的了根本等人网络中几一名你当时不行要继续扣扣那个三嘛，那么那个三嘛，大
的二面角。哦，四面的。哦，哎呀，这么领着走啊，气美，我不能一领啊。哦哟，没事，我离我了嘞，这么哪能发家？哦，你不一定嘞，这么你这里就黑家的年纪，被我对了为嘞，徐军都在东西吧之中，然后东西吧，这么留下在这里都来，带来了龙青双甲，他们四人都在一起。真身得法是为啥你这三个人也是不得了的，这样还是个王后一股子来带他走啊，让我马上去海里来，你说啊哈结果呢，我要结果了哪股子呀，想想法法龙西马子这不武器呢，我们确实是要子今天我去请你来，你不找马立军的想想好笑，你是对气劲的，这人对你对对对，没了用法，要进七西四王，从北龙里向对到东四王来，一路追呢，一路老老乡，像这上面，那些姑娘往夫笑我啊，能从这一份科技些，我一来让人怒来屋里，听见阿娇妹子都讲。姑娘人品哪好哪好，因为你做公子太太曾经和姑娘打算要去离开的低级的婚格，所以讲不出某一个人讲我让大理王得不下去了呀，分析可以都低级了呀，那么黄旗神官的还是要搞三年子，所以阴凉的余地就会非常轻松，然后到东西那里才去背口里打打，但是这个网物上的阿亮姑娘这两姑娘打不过那个双眼睛，但你的真是姑娘阿姨上当一些条能够遮蔽头颅，你的这对就你是一号，你真是那妇女妇女到底底薪不要带了呀，一般做女人呢已经打至东西往门口走，如果门内一下呢打进来又可能呢三高的组合了啦，一个纹身学霸的，一个纹身体来的，一个纹身年龄的，像轰的那张帅炸，而且也一边子面孔，都谁样姑娘呀？我们现在能到五里五路，哎呦，三高的发胖的呀，啥啥的发化身，都还得一片子嘞。一口呢进来一进洞，上脚上进洞上得眉清目秀，面孔太阳欢喜，地上搭一顶有十多只楼嘛，身上扎一件有十多只七八十身，扎到七八十身呢一定中国人家的动物，这一十身腰里说出两张骨的说了有一个叫七八十身，要你说一点亲事拜打嘛，叫人想出一双有十多只阿摩的靴，年纪不够十七八岁，一想呢，大家里是吃理想要生别个幸福同儿，跟俗语说得好，但贵要靠知人面，理想要生别个同儿，我们应当把你客气的，所以三家的要叫累了起来，温饱是谁？原来是一位小姑娘请了，哎呦，三姑娘不会当，听着听着，哎呀，好听啊！叫你三姑娘，亲人不叫，叫我名字。那嘛，我叫永发，永嘛，永无富贵的永，发嘛发财发火的发。哎呦，这人好日呢，原来永发姑娘。失敬了，这样他去跟他讲不知不在，咦，太愚气！刚我拿着个老高子啊，大小小姐，荣发不叫，两辈人相依身旁，当差第一。嘿，哪能到东郭入了高门里，
其他不是，我们是中国同人身边的幸福，啥人不认得？过去同几位同人之名，大概下来还一位姓王的，叫王禄王相公，请你到西西方里去，你同人要把你带带。我的这位姓王，王禄，他上你出来，跟他们列出来就就是这样，而且叫母亲的。副科长都不太意思了，弟兄四个都哎呀吓着了，哎呀你先不领住啊，大家各位同仁起义心在，那那武场里面，这过来妇女好啊，跑了心痛啊，我你弟兄三高的停止一路三名，等到回到里面，想想不对噻，尤其是王夫少武与何人都用作怒，是十定要害呀。给八十两夫郎解释得过，何人都用肯定有关。同仁一口的想到是，哎呀呀，搿张面孔，这样王禄啊，父亲名字啊，就应该还有点本事，那么死啊，从搬过来是苦狼的补偿，所以罗里我不打出来，头上病。阿姨，我的这个王禄呢，下去列出来呀，等于来让分离呀，搿种事体呢，你上兵队呢？手头也一打，手头也一打，啊！我是刚学着，要吃刀子。副科长，这句是善意弱女，但是把了该个当口，什么不妥当？小光小我是要吓。苏轼用法年纪轻，那个屋头摆了让母亲的讲闲话说清楚不？这是闹，你马上不是闹，一比高点头。但是那西呀，说妈妈不成功，总归要用马子把身的呀，干什么的呀的，啊，跑不得就跑不得的，那这叫我把别的人也没弄，就比较妥当。那现在新人家的，你说是身的一代，说的一代，哪条汉呢？结果王夫说我刚做一声，这样病那不是道理，大丈夫一生做事一生当，神的雷神。要大老远跟阿哥对阵以后是上名堂的，要是就不要死，啪啪的带挺身而出，谁打出来呼叫呐喊，说说王话，学问是人物哦，是美用法对阵的面孔仔细一看呢，诶，相貌堂堂倒有点像这个面孔呢，像姑娘面孔，心里一靠拢，就是我王爷爷，今天都鼓出来，嘿嘿，到现在啊，小王爷好不了，你先想去少讲，要不然我用不用走啊？啊，我讲谁养什么？这个，俺们龙江早，那时候你，好得你自刚来的，就把贴的最亏夸，那我是没想的。因为你讲你空，但是人家姓王啊，王夫少，我想你说的就要是一块子，姓王的面孔挺足的，看得出的，啊，非常人家又不要做，王三公啊，老三跟我住吧，是是是，请，只能暗暗对比，跟小东楼追，明明晓得去接恩师，做个五杀好事起来，但是不能不去啊，领进。要回头一上两个阿哥，两位哥哥相提去了，汹涌了围剿，大家不要互动，气势往兄弟里啪啪，一里相信了，因为有刚才我是个当心点，算我弟弟的，跟永发打出东西王，北龙里一里一里，王相公啊，真有来啊！是是是，来了。起笔，应当与那些。
呀须呀欲动，黑面的娃娃金恩兄，听他一女之中吃得动差异，令人儿越激这内心中，不计恩师恩，虎楼人人好日，龙牙刻刻地板不放松，是弟兄一命，风口傲傲美，这人民们拿着挂刀用一愣子，嘿，这看见这个勇发动儿啊，这啥个东西是不走嘞？对自家看看，忙忙，我笑笑，急呀！只怕平平平平，为师不能平平开。说起啊心中能能你们兄，王相公啊，小姑娘你今年还有几岁的家？哦，那我今年几岁怎么来了这个告诉你，虚的你我家儿居，你居一日不睡，你记得初夫的啊？是不是差不多啊？哎，对对，好说不为动。哎，我的相公，自家不好，一来信总归要得出来。对，为什么我是没舍不舍呢？我还是舍不舍，我与同人还是舍不舍，跟他相处嘛，初中还是不舍，再来我说初不懂。哦，如此说来，难道此间老相爷也是一夜八岁吗？对对，不够懂吧？说我心急怒猜不通，王夫说我总归猜不出，这个小动物的时候已经说猜如何，人一到了四十年想去家乡，公，王相公啊，
西西上发财，请你等一等啊，两人进去通禀。是。王府下我想迎娶的大宅，再不得，我要把你弄在海军名夸的。哦哟，当年你啥都不大等不？两下午来到书房门口了等，用法我门里话一些么打得理想。冰冻人，好是，王五王三公请大宅，现在来往书房门口，冰冻人顶的。哦，请进来。是，大哥来我门里一下。王三公啊，你都有礼轻，恕不该。来了，地方上正经军武三军是让李立个的结果，在往下挥手带一带，恭恭敬敬打进四王，要敬天路让人，那是要再口称后招。啊，恩师大人在呀，门生王王，见恩师大人可以请进了。哎，不，双手微笑，哪里军轰杀门离起身来，标准劈了不比，两里都在一直去磕头，还是没法乖。想想哪日越来越好在，叫我恩师大人在，这个马上吃不消，我要跟你磕头呢。所以你真正是王府下我是，我要鼓励到你将来的前途，希望你飞黄腾达，做一份轰轰烈烈的事业搞。假使我真正谁知那个大理，你对我高下刻字头，将来跑出去别被人家欺笑的。说起来无用，神气微的少年，总也得高级部可的用光马子的，还是要进去，我同在局局新的再来。气非一时火并，家里难争人，所以李军啊，那想得到，你要从劈了波兵，大受招致。叫一声啊，欢迎来，请起，谢恩师大神。下午离去时，李军分手殿，欢迎来。一万请到，恩师大人来了，大于门生所为，力大胆子，实力挺炫。欲罢人呗，难以不用之力，只顾亲手了。多谢恩师，门生对待高为从我了，现在不必一直往是我来。屁股屁股得了一堆堆个灯子边，两张手打了这个新木头，我不知道是八号子什么事，结果让我员工不拉的，可是要不能扣，一扣噗要玩我棋，李军一扣，哎呦，各种手势比你还要吃力，我以为青山水都能是足够了。圣上啊，用法送上了一杯茶。我相公啊，听人说都是小国家，只要客气，大家是自家人。哈，你想哪能够自家人出来？除了当中的马立军对用法苦苦，一人是聚会的啊，刚才我担心的啊，没得比我要心急，自家人就设置出来的。夫妻要这样都是保留的黑我对你眼睛乖乖你们等会马上拿锁背往不必锁地上一放退了不必一立听力不得下午跟人光为啥心中吃锁呢心里像非常紧张恭恭敬敬锁了一动不动听恩师夫妻要猛烈的杀个事体假使你要问我的妇女分散，这是属于派的下地里后事充足，经过来加一下子，我答不出。别个你要问到我，阿是王府下我们，哪知哪根不是？中国大明中之哪的个个行人？
不扩张，其他要比我们那个张事体，别个当上李军，把难以弃去了，得龙康出人弃定难。第一句拿门方，你不能龙当里把木头十八个门给，哎，你要是王夫帅我，这里挺清楚的人，我恩师为龙出人造，我叫王路啊。新娘带领的我，那当时啥都要来瓦夫下屋呢，那不是去带了要龙江，所以要眼瞪瞪眼瞪瞪，要让罪孽的整个祷告不响，要让病瓦夫下屋一想，为什么眼珠实在恩师的个喊我来，西游的个老祖宗就上了一去了，那不是找眼睛天不要起来看一看，这可就是恩师对准自家，我那何空去？这张面孔啊，有点实质信息。我想我龙得也好得了，一个那是啥个龙的啊？我后来问老夫是在，要门在。啊，恩师大人，不仅后夫人生到此，玉侯遵训，门生地基，请恩师选我时。哦，是这样啊！李军想，哪一次能再并走啊？不过你要请我教训，非常客气，我还要门得大方。你想嘛，一再一再，只能有丢进门上去。万一在，即使我请你带来，非为别事。这就是上李记的领真翁之后十年，就是一年是听见门去自家摇，要走谁里起来回答，请恩师拜会，加以托付，心头了恩师，您再走定，刚刚是我起。为领导呀，两肋一好啊！听见门的是高娘，十六岁起来伟大，对恩师关切，家事托一平啊！哎，请留了。王夫帅，我想什么让夫帅走的，你让留啊，吃力杀子，这竟然还要再门路啊！是说什么六人发财日上？听见门去张本都要连立起来伟大，是与悲剧一个字啦，还是虚伪一套距离交一个字不大靠近，因为不是要给他装腔作作，这样来了一个比方人家门去那个养娘，你这样来了一个伟的，我在我养的我要让美美工厂工作的，我在美军退休的才可以，用不到力气来了，得等于放屁了。人家估计这方面要需要的，因为是这一套了，新社会，不是人质。不过闲话要说句来啊，态度要严肃，要规规矩矩啊，不能分离不散，有腔话的啊。董事长强调，现在新社会一律平等了，爷娘们当应该是了，人家门亲都爷娘，现在没喊么？分一不碎，哦哟，别到老头干了去抓鱼，抓鱼得一塌糊涂，这什么枪架要对对抓？现在定要进五光四美碗，啊对，哎，所以我搞的瓦夫下我东方区，新军时代，是不是那么大伟大？李军我也没我去了，当然意味不换了。把你家中情话，家事与我记下。是，是我想老师呀，能够我一个人言。哎，心里想交代过错，真是不可为事呀。不能告诉你，我母亲已经不抓我这样，用得过分的家仆人嘛。我老娘讲，什么闭关？我让不日书中生死不明，娘来得知阿姐啊，我让翠白山落草，自家移民改姓，满心的震惊，所以不拉今日所害，
各种事体能拿好什么明白办法，这人是量上句话来挡的一项吧，来想说句话挡的非来还是这个样，你要出打所以不能老夫算我啊，要冷痛正心。